那么作为 T stage 的新人，在刚刚大合照，你就直接挤上了 C 位，请问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还是你在故意炒作自己呢？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圈子，这圈子里的人总是身着一袭华美，却爬满狮子的袍子。他们经历着浮华到腐化，互相舔舐安抚，却又互相轻视。来过的人都说， 他望之极乐，入则地狱。然而这样一个地方，却偏偏有着一个看似美好明亮的名字——娱乐圈。今天要感谢每一位到现场的朋友们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 T Stage 公司的大力支持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星光闪耀的一刻，有请 T Stage 的签约人上台合影。 熟知我们 T Stage 公司呢，在这三年以来，从一个专业的模特经纪，跨越到了影视经纪，还有公关运作等领域。在娱乐圈这几年，我们也是交出了不少漂亮的成绩单。当然 ，T Stage 公司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，是跟在场的每一位朋友的辛苦跟坚持都分不开的。今天我作为公司的大家长，特别想代表我们这些孩子们向大家说一声谢谢。 是因为你们的支持，才有了他们的现在。今晚呢，也是我们 T Stage 公司一年一度的模特之星训练周的启动。这也预示着我们坚持不懈地要在行业内做到最专业、最权威。等我们这个训练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还会选出我们著名的时尚品牌 NME 全球的全新亚洲形象大使。你们小气吗？ 这一刻，我们都是因为 T Stage 而相聚在这里。这一刻是美丽的，就让我们的摄影师来记住这难忘的一刻。裙子，啊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来，麻烦看一下这边。哎，跟着那些新人怎么挤到C位去了？这边啊，一个两。C位，先等一下啊。对，他不是个新人吗？啊，哎，这个先生怎么了？哎呀。 洛晨是可以来支持闺蜜的吗？大家都知道我的老东家是 T Stage， 他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这么大的活动我当然要回来支持。那蜜橙恋是真的吗？啊，那只是一个恋爱真人秀，私下我们是好朋友。请问洛晨先生，你知道闺蜜准备进军影视圈的计划吗？哦，是吗？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。嗯，演戏不是简单的事，即使漂亮的女生，也要多磨练磨练。 你的意思是说闺蜜小姐是花瓶吗？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花瓶吗？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我外表的肯定吧。我很感谢上天给了我这样一份礼物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所以外界盛传有很多富商在追求你，是真的吗？只有时间在追我。说到时间，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闺蜜小姐年纪的猜测，请问您的回应是？ 我已经30岁了，已经30岁出道进军模特圈，先是以一支广告走红，后来又以恋爱真人秀在娱乐圈爆火，想必您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嗯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个年纪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机会，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能够看到，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梦想。 那么作为 T Stage 的新人，在刚刚大合照，你就直接挤上了 C 位。请问这是事先安排好的，还是你在故意炒作自己呢？快到了，马上让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别那么小气嘛。小兰，洛晨，嗨。笑笑，好，嗨。
裙子。不好意思。闺蜜小姐，请您这边回应一下，闺蜜小姐，闺蜜小姐，请上上去吧。我觉得认识一个人就像交朋友，是需要时间的，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向你证明您误会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感谢各位媒体的关心，现在闺蜜的采访时间已经到了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新宇吧。啊，谢谢。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里，这里。哎，你要好好关注我，就会知道了。哎，真美。白小姐，你为什么关堂了？保持这么美呢？刚刚还在这儿。因为天生丽质。奇怪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多问一点没有关系。看这里吧，小姐，看这里吧，小姐，看这里。要拍的美美的。作为 NB 大使，白小姐是不是？妈，我最近在公司集训，我晚上就不回家住了。嗯，放心吧，公司宿舍很安全的。你告诉爸，嗯，爱你们。啊，嗨，洛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都没有注意到你。你拉拉链的时候，我来吧。啊，谢谢。男朋友帮你拉拉链，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？是前男友。不过今天谢谢你来支持我。秘密，你现在是热搜女王，是我来蹭你的热度才对。要不是公司不让公开，我真想告诉大家你是我的真爱。七年了，你倒是越来越油嘴滑舌了。秘密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地下恋情已经不适合我了。好啊，如果我说不再是地下恋情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T-State 的签约艺人，我叫顾和启。你好，顾小姐，我知道。刚才，谢谢你啊。你好，这是什么？秘密，我真是太笨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掉的，丢死人了。顾小姐，你真可爱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刚才看你采访的时候好厉害啊，要是我的话我早就生气了。以后你就叫我秘密姐吧，我叫你何琪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秘密姐，你人真好，不仅长得漂亮，情商还高，简直就是完美。傻瓜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对吧？对，哦，美玉都是有瑕疵的，赝品才完美无瑕。洛城，很少有人能跟我待在一个房间那么久，却一直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嗯，不是的，我，哎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秘密姐，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嗯，好啊。那我到时候可以约你出去玩吗？当然啊，我们要常常约。好呀好呀。秘密，
哦，嗨 ，Serena。Serena， 你也在？哦，我何启在等我换衣服。嗯，我在帮他。嗨，不用解释了，我又不是记者。换好了吗？嗯，换好了。嗯，全球首穿超级款，非常适合你。等一下出去惊艳全场，到时候如果他们嫉妒你，不要埋怨我偏心哦。一起吧。不了，我还得赶到机场，还有别的工作安排。嗯，你忙你的。秘密，走，我带你去认识一些朋友。Serena， 我一起吧。嗯，好呀。